农家附录。我们的侧面阴乎乎的，但是我们的前方充满了光明。过了牡丹江就都是双屿了，开了一天车终于到了。太太，人延吉都开花了。是吧？咱这还两个屋，这还有一个屋，像家的感觉。这个小一点，反正哎，但是这块夜景还行，挺好的。嗯，卫生间。不用跑大山了，看夜景也挺好的哈，我喜欢看这个景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强烈推荐的这个梅菜扣肉饼，我们也去尝一尝。元素比较香，看着人多就想来排一排。这是生意好啊，这买排队，冰碗冷面，太吃了。来就来了，不吃碗冷面，来家干啥呀？这都抢光了，参鸡汤，点了个包肘子。啊，你们吃吧，我。那啥，来吧。我要知道你不吃，我就不来了。没有，还玩儿，玩儿行，玩儿吃，不行，本身就怕。我就等着这一个呢。老右眼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美食博客，关注了一个叫刘雨昕，他前段时间刚来延吉，然后就吃的这个手抄饭，我就非常想来试一试。不但是能包这种毛豆叶、生菜叶、海带也可以包，用的这个包饭酱。加上蒜片儿，再加一层拌饭啊。嗨，朋友们呐，真冰啊！真冰啊！真的。太大了。哎呀，整个的鸡蛋呢？嗯，一般人家都给半个，38啊。哦、它值。两块。两个。专业吃冷面的配点子，真受不了。这些你不能一下子吃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在家吃也吃不饱，穿也穿不暖。啊，领着身份证吃的。啊，要不我姐都要离家出走了。这家贵，好吃。28块的呢。主要是这个碗贵。贵，妈呀！真大呀！准备好点子，准备好一口面。妈，是这么吃的？哎呀妈！你这一口炫呢，你还小啥呀？没有仪式感。下面就是姐姐的干饭时刻了。得亏你结婚了，不然你这顺都嫁不出去。这一出反正也是，人家就喜欢这一出。对，人家下面好多喜欢。那你姐夫就喜欢这样。问了这样的人还要不要了？不要老对。不要老对。我哪没了？问他不要有没有人要？那给我喝了饮料，噎死我了。没有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他这碗是用什么水盯的？咋样啊？牙口好吧？让你姐夫看见了，来找你俩算账。我姐夫说这媳妇不要，不要了，咱也领走，谁领走？没地儿退。你看看给人家碗啃去。哎，你应该去吃丢碗冷面啃碗的头一人。我实在不行，我溜边啃一啃，啃一圈我给啃平了。猪溜猪溜的，等下它就化了，都给啃平了。吃饱了吗？吃到脖子了，没吃饱，我再给你们再下一段。走吧。今天既然来到了这个民俗村，然后我们就打算拍一组民俗摄影。随便穿，随便穿。那些衣服。啊，那我喜欢那个。那个我妈能穿吗？来都来了，拍一个。这么大气呀、啊！你好像那个什么大城市姐姐。哎，人家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传统款的。哦，都要注意啊，霸气了。对，贱人就是矫情。老板来指挥。三个，这个还是这个？这样要怎么？你也可以下去。对，这边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这个凤凰其实挺好。那这叫凤凰吗？这个好看、啊。对，你这个造
黄瓜香在学容嬷嬷掐人呢。我们选的是朝鲜族的婚服。一分价钱一分。要了，胖子孙了，哥打扮那么丑，我走了。我们这就换好朝鲜服的服装去拍照啦，美美。哎，慢，慢点啊！那全都是那些小姐姐。都是拍照的人，这个牌真多，换了个民族。现在成古董了，小时候老真打过这里，好，现在打不好，啪。全是小姑娘拍车头的。不带那个造型再看这个妆容就好像不是那个回事了。看看我们今天给我老妈饿的，你看看我们几个拍照拍的就是开心的已经忘记了吃饭，一会不饿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点都不饿，老开心了。人家比量一下休假吧，就是这个效果。老师就开始选了，我在看呢。啊，后面拍的就是前面的裤子。那两个光圈还挺好看。对。对的。就这样，小姐，你坐上。哎，原片儿挺好看的，姐。挺好看的，应该摄影师技术好。摸着自己的胖脸。